你想吃什么？说。What do you want to eat？ 你给我吃什么东西，我就吃。啊？你给我什么东西吃，我就吃。我给你吃大便，好不好？要不要？不要，那个就是好臭臭的。大便怎么讲？噗噗。唔系，广东话。大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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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给大便你食。好啊。好啊。妈妈，妈妈。Jasper， 你爸去上卫生间了，大概三分钟会回来。我就等奶奶吃。哦，你等他回来啊？你太乖了，我的天哪！不敢偷吃，不能偷吃啊？没事的。因为他一回来了怎么办？回来了，你把嘴一擦，看不见了，你没事了。我会给你说，我会给他说你没吃过，你放心吧。啊？爸，不要！我等爸爸回来。啊。Jasper， 过来跟你说个事。坐着，睡觉。今天晚上你爸爸负责做饭，但是呢，没有人敢去叫你爸爸做饭。你可不可以替都江叔叔去叫爸爸，说该做晚饭了 ？O 不 OK？ 那你去和你爸爸讲。我不知道怎么讲。你就说爸爸。到做晚饭的时间了，啊！在干嘛？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哎，所有小朋友，泡芙，山竹，哎，奶奶，来，我们要吃晚饭了。但是呢，是春哥给大家做晚饭。现在春哥呢，藏在屋子里不出来。这是我的爸爸。对，就是你的爸爸。然后你们要不要一起去叫春哥，说，嘿，快来做晚饭啦！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谢谢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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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